亮啊，洗眼睛，对不对？让你们能够重现光明，飘出最灿烂的前途。好，先生呢，我要常常我们有一句是说，慈母手中线，游子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，谁言道德。好，这句话就代表母亲您真伟大。来，有哪一个小朋友帮我们亲上一小句，母亲您真伟大。来，哪位小朋友？小月亮会不会？有谁会上来？小月亮眼睛比较好。母亲有哪一个小所内的小朋友会上来？会不会上来？我来，母亲像月亮一样照耀我家门窗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代表慈母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为了要感谢我们的妈妈，其实呢，每妈妈对我们真的是恩重如山，她手心手背都是我们心中的一块肉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也请到阿莎莉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《心淘宝》，来掌声鼓一下。